到了，怎么迷路啦？这里太迷啦！你选，所以我现在先去找姐姐，漂亮的姐姐。我站了一下。好。好。那艾伦呢？啊，我怎么了？你有站着吗？什么？我站着。哎呀，大家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嗯，其实，刚刚我们其他人没有跟你抱过，所以，他们念念不忘，就回来了。现在方便吗？向菲欧娜说明了这个抱抱仪式的原因。哎，说这样啊，店里的经典唱片真是辛苦海明先生们了。话说回来，是琥珀之爱啊，那首曲子也是很久以前的，这一代的唱片行应该都买不到了。果然是这样子啊。然后我想问姐姐，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想法，会有哪里有适合的店吗？也对，虽然不能保证一定有，但既然如此，去凯旋大道的百货，我们要去百货公司问问看比较好吧。大道的百货，彩虹桥广场，对吧？咦，可是那里有音乐相关的店吗？嗯，百货本身确实没有那样的店，但其实那间百货在帝都有好几家同系列的店，其中也有唱片行，所以只要在柜台问，应该可以帮忙确认存货哦。哦，原来可以这样做，也算是生活的小知识。怎么样，艾丽特姐姐很可靠吧？要不要再来给姐姐抱一下呢？这我是知道，但这个时候不用刻意说出来啦。不过谢谢，那我们这就去咯，路上小心。姐姐真的很疼艾略克呢，老实说看得很嫉妒，真的真的。虽然不保证一定有，但先去看看百货吧，加油。我觉得这一段你应该也给你妹妹看到。为什么？让你妹妹知道真正的姐姐是这样对待妹妹。喂，我也对我妹妹很好哎、欸，超好 ，super 好，我都会搞笑给她看。比方说，啊，只是她不带理我就好。Do you want to be a snowman？ 你在？Do you want to be a snowman？ 明就是，都可以啦。好，下次再问问你妹妹。他一定会觉得你很累。没有，我想要先去找那个采访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呦，坐车车。下车车。哦。这边真的跟我们过往去的都是完全不一样啊，完全厉害。对啊，凯旋大道真是个热闹的地方啊，毕竟帝都最大最长的主要道路，除了老牌的百货之外，还有武器店、工坊、时装店，这地方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。好像也有倒立车来往的传说。嗯，一方面受到去年实施的帝国交通法的影响吧。阿静，你要小心，别不小心冲到车道上。我说你啊，别把我当小孩子。总之，要各种仰赖各式各样的设施啊，在实习的期间，大致确认一下不？哎，艾伦，这游戏有 bug， 我不玩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能过去。哎，很危险啊。不危险啊。这等下被撞怎么办？我们 be a man。哦，你要唱歌吗？唱什么歌？比尔面。比尔面有什么歌？很自然啊。この建物を帝国時報。哎，那个人就站在那里，我就无法跟他聊天，只能远远的看着。紫色军团太多了啊！好吧，我要去倒一杯水。哦。
必须倒水。哎呦，我这样会太久吗？不晓得。Sorry，我还顺便洗把脸，然后泡一杯柠檬梅子花茶。柠檬梅子花茶？对，因为我的梅子绿茶只剩一点点，然后我就再加了一些柠檬红茶，就变成柠檬梅子花茶。厉害吧，厉害吧！有啊，帮你拍手了。哼哼 ，easy。但是呢，竟然要我重写这篇，高层还真敢说啊！哼。只要我稍微写些吐槽的内容，马上就会过来支持。我觉得市民也想要看这种吐槽的内容啊！哼。哼。你知道我们也有传统的风格啊，真是的，就不能稍微变通一下吗？会开到几点？就差不多十一点左右啊。咻。嗯哼，欢迎来到帝国时报社，请问今天有什么事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是军官学院的学生，我们接到这里发出的委托，
我愿来入室，想必各位是第七班的学生吧。既然如此，我马上找负责人过来吧。好的，麻烦你喽。我知道了，那么请在右后方的沙发上稍等一下。嗨，初次见面。哎，是诺顿。哎，他不是。初次见面，你好意思对我们说初次见面？连艾伦这种豆腐脑、金鱼脑都还记得你，你还敢对我们说初次见面？艾伦他是很过分。对啊，过分啊。过分。不过有记得，我跟连同学不是第一次见面就是啊，好说、啊。好久不见啦，本来就觉得可能是诺顿先生，哎呀，没想到真的是你啊！真的是你哦，你们认识啊？嗯，在上个月的特别实习中，有缘认识到诺顿先生。哦，你们是去诺德高原吧？嗯，我们那时候也正好到诺德采访了，受到连同学许多的照顾，多亏你们，我也拍到很多好的照片，容我再次向你道谢。哪里没那么好，没什么好说的啊！这是 easy， 能听到你这么说，我还是很开心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真希望能再一起到那里去呢。那么关于这次的委托，印象中跟仲夏节有关的内容吧。这个时期我们也都忙着跟仲夏节有关的各项工作，其中有项工作进度特别慢，想请你们拜托帮忙一下哦。那就是我们负责发行帝都的观光导览手册，现在我们正在编制仲夏节版的手册，简单来说想要请你们帮忙制作观光导览手册。那个该不会是要我们撰写报道吧？啊，当然不会到那种程度啊。说的详细一点，想拜托你们去手册里提到的各家的店铺帮忙跑个腿，去回收我事前委托店铺写的观光客的短标语，然后再请你们连同店员在内拍一张店内的照片。顺带一提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要请你们口头念出短标语，跟对方确认一下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不过既然如此，应该可以顺利完成吧？而且连也会用相机的。哦，这样啊。不过只有略懂一点皮毛的程度。大概就是会拍个照，然后用美图秀秀修改一下，调整一下，然后之后再用 PS 再去做进一步的修图，把自己就修漂漂亮，大概是这样而已啦。哎呦，没有那么好啦。关于委托内容大致上已经了解了，但具体来说，到底该去哪几家店呢？总共有五家店，而且全都是在凯旋大道上的店哦。首先是旁边的百货、彩虹桥广场里的两家，综合食材跟器材店。第三家是武器店，第四家是光点工坊，第五家则是时装店。阿静，记住了没？虽然数量很多，但应该不会迷路吧？因为全部都是面向大道西边的店啦、啊。我就说明到这里喽，没什么问题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想应该没问题。好了，那就交给你们啦。等等哦，有轮，是你砍的吗？还是它自动会砍？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有人贴链接。哦，是我手机才看得到。那么我再回去工作了，之后拜托你们啦。我都大致绕过那几家店之后，就跟柜台说一声，请他去叫我吧。如果能在那个时候把相机和短标语一起交给柜台就太好了。知道了，我们立刻出发。知道了，林星，是你，我回来啦，你回来啦。帝国时报是拥有超过100年历史，是帝国最大的报社哦。以前的读者以贵族为主，但现在的读者不分阶级呢，也因此必须要为各个阶级的读者来去思考。每位记者们好像都费了相当大的苦心哦。先不说这个委托的事情，万事拜托。收集完短票以后，记得来这里通知医生。短票语：林星好爱，但很可爱，但很可爱。哦，有人说有拍照键哦。游戏进行中按中键的 PS 左边选择保存荧幕、
这个吗？